下山基金会在六股乡新立天师站已经有九年了，为了感谢在地乡亲的支持，六股天师站特别举办热烈的庆祝活动，并且邀请长辈做回来祭民到老日，会长也安排圣诞老公公和妈祖婆同齐献身，祝福大家。因为圣诞节即将来到，六股天师站的志工首先来特前来参加活动，阿公阿妈地上高追的圣诞装饰，加上天师站四季是红叽叽，喜气洋洋，来迎接圣诞老公公以及妈祖娘娘，欢喜宣布六股天师站已经行到第九年啊！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今日今日有这两位呢，是因为讲有一个阿公呢，非常是。甘心啦吼，伊去妈祖庙，伊去祈求迄护身符，希望会当祝福所有甲咱帮助过的善心人士会当健康平安，所以呢，伊去祈求了护身符，希望当送给大家。啊，因为今仔日九周年的时阵，然后就想讲，阿公做了这尼感动的代志，阮就甲邀请来现场，啊，佮顺便甲妈祖婆拟人化嘛，甲妈祖婆请来现场，祝福现场所有的大家。咁要求一个好心福啊，大家家平安。对了，欢庆九周年好消息，六股天师站也趁着这次好机会，邀请阿公阿妈出门来参加活动，并带着大家做运动、做盆栽，或者已经八九十岁阿公阿妈是特别欢喜，充满元气。欢喜了。有哦，真欢喜哦。这个大家这样不但快乐哦。真照顾啦，这几年来真照顾啦。拢摕物件来还食，摕叫阮撩，叫阮挂，叫阮拎着安尼。啊，甲你讲啊，足好诶！啊，你只有较快活无？有咯，一直以来都受到大家的支持甲鼓励，啊，才有法度行到今仔日。啊，希望讲今仔日，阮有办一个小小活动，大家嘛会当感受到讲，阮有缘做认真，犹阁伫在地继续服务。希望大家讲会当继续支持华山基金会。啊，过年要到啊，迷彩积分七八，希望大家会当甲咱斗相听，然后斗相共。因为有了华山基金会各乡镇天师站的站长甲志工，即个独居长辈正当得到关怀甲照顾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支持华山基金会，替这长辈准备温暖的年菜来过好年。记者金川差不多。